好了，没好。还哪儿不舒服啊？心寒。梦中是你干的吧？说话要负责任的。我可是听说昨天晚上你守了我一夜，我哪有时间去找梦中啊？那你昨天见了我为什么要跑？我来医院就是为了找梦中啊，看到他自然要追了。我可是真没注意到，原来你也在追我。昨天你看见梦中了？不然呢？那他人呢？我哪知道啊，我被车撞了，你追的。我看是你装的吧，就是为了故意引开我和警察，好收拾梦中。包括昨天的昏迷不醒也是在演戏。听不懂。梦中找人了？在郊区的救护车里被人给电晕了。哎呀，苍天有眼啊。他们都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现在可以放下了吧？还差一个。谁？温可儿。为什么是可儿？你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哥为什么自杀吗？他当年根本就没有去过天台，他过去是救温可儿的，却被污蔑成一个杀人犯。那只是你哥单方面的说辞，当时所有的证人都指认是他把人推下去的。所以啊，我才要惩罚他们。现在他们都承认了。那是你逼他们的。我哥已经死了，我只能自己证明他的清白。你就这么敢肯定他是清白的？照我说，就算你哥是真凶，你也会替他开脱吧？你不是也一样吗？你不是也在替温可儿开脱吗？就算你哥是被冤枉的，也跟可儿无关，因为他也是无辜的。我告诉你，他就应该站出来，来证明我哥的清白。他没法证明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可儿当时晕倒了，头部受了伤，他醒来之后什么都记不住了。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替你哥作证的原因。